我们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可以讲两个大的问题上，从根儿上要刨起。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体制，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理论。那么，从体制这个角度讲，朱学勤老师早就说过一句话：毛泽东用来搞文革的体制。邓小平，俺来搞改革。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技术性的操作手段，我们拿过来用了，很快的就把经济搞上去了。但是那些就是我们讲市场经济是两层嘛，一层是要素市场，一层是商品市场，涉及到要素市场的这些改革，至今没有真正的往前推进。所以你那个商品市场就不可能真正是一个商品市场经济，总是被别人操控价格，总是被别人垄断资源，是吧？因为你的那个要素市场不改革，那么为什么它还是跟权力有关系？所以我们这个体制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因此，体制走到今天这一步，选上这么个人。或者说高层捏不出这么个东西来，坐到大位子上去，那也是说明什么？这个体制本身已经是没有出路了，改它没有用，就是改是没有用了。这个体制从根本上讲，必须要抛弃掉它。所以我们讲的改革。就不再是一个说这个框架体制还要，然后我们再做，这是我第一条。有人会这么认为啊，我这么一说，是不是这个体制抛弃掉它，然后我们就要闹革命去啊？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理论从根本上是出了问题的。且不说当初中国共产党接受的那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不对，这个话都先不说啊。实际上这个理论上的很多东西是要刨根儿的，就说我们那个就是4000人大会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就是说邓小平不阻挡党内来反思文革，不仅从政治上否定，而且从理论上根本抛弃那个，那么不至于到现在还在这儿为文革翻案。因为政治这个东西啊，是时过境迁，它是可以翻过来倒过去的。但是如果你在理论上把它的根儿刨掉，它的思想基础彻底的，或者说是重重的摧垮了，那么好，他要想来翻回这个邓小平的这个，翻回那个文革的东西，他就非常难。因此，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两个最根本的问题没解决。一个就是体制，一个就是理论。那么，所以走到现在怎么办？我个人的看法啊，怎么说呢？如果要讲情况的话，从修宪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党，事实上已经是一个政治僵尸，尸体的尸，政治僵尸，明摆着。那个修宪从党内程序上，它就是不合法的，它绑架了，18届三中全会，它在三中全会前的2天，抢着抛出这个，就是说要那个，取消任期制的这么一个说法，迫使三中全会跟咽狗屎一样的咽下去。那么你三中全会那么多中央委员，居然没有一个人敢在三中全会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所以这个党本身已经是一个政治僵尸，而一个人，一个主要领导，可以凭着他的这种掌握了刀把子、枪杆子，然后又捏住了体制本身所。就是党内的一个，就是说官员本身的贪腐；第二个，党内没有任何人权和法治保障党员干部的权利。
这两条被捏在手里边，所以这个9000万党员成了奴隶和个人使用的工具。他需要的时候说党怎么着，他不需要的时候，你这个党员干部就不是党员干部了，就是他想把你弄到哪里去，你就成了一个贪腐分子。你就看看吧，我们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啊？党内的那些个领导干部被这个国家监察委员会最近处理的人，我不说这些处理的人本身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也会弄出点问题来，更何况这个体制本身已经使得很多人不干净了。但问题是，你定的那些个罪名也得到国家法律上查查，也得到党纪上去看看哪些属于违纪，你只能用违纪去处置他，哪些属于国家法律定了的，就是这刑法上有这个罪名的，你可以捏他。哎，我们现在什么不支持实体经济，就成了罪名，然后这个妄议中央就成了个罪名，对党不老实，这也叫罪名。哪里还有一点法治的味道？政党哪里还有一点政党的感觉？完全成了一个黑帮老大，想怎么处置手底下的奴才，他就怎么处置。所以我说，这个党已经是个政治僵尸了。目前这个状况，谁想出来挽救这个危局都不可能，何况他还一条道要走到黑，谁说话都不行。其实我想过这个问题，最开始他上来的时候是明里暗里的想弄点个人崇拜，提高自己的威信，提不上来啊。小丽姐，你可能还记得吧，就是16年的5月份人大会堂的那个演出，你带头去抵制了，结果那个事情闹得很大，那场演出就此就罢休了。接着你看吧，16年的11月份出了个什么呢？把妄议中央放进了这个18届六中全会的党纪里边，然后4个意识，什么看齐意识之类的东西，哎，放到了这个政治正确的必须要说的官话，就说现在标配语，我们叫标准配置啊，什么4个自信、4个意识、2个维护，尤其这个2个维护，全党围着一个人转，这还叫政党吗？早就不是政党了，他就是一个黑帮老大手里捏着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这个党成了政治僵尸。你现在谁能出来，谁能改变他都不可能。如果说有可能换人，这是第一步。我觉得，当然最好的是换人，就当务之急。我觉得换人这是第一条，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在干什么。他现在手里捏着刀把子，他把军队全捏在手里，他把政法委、警察全捏在手里，他把所有人都可以用高科技去监视，谁能够出来说我们来解决问题？不可能。你就开个中央常委会、政治那个局常委会的那个，我们讲少数服从多数嘛，有吗？没有。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状况，就是如果有当然好，我先说如果有这个常委会最后说来一个集体决议，少数服从多数，你这个干的不行，不能把一个国家一个党因为个人这么大的这个重大的问题而拖到死胡同里边去，让9000万党员、14亿人民给你陪葬，这是不可以的。那么如果说我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这些人对党
但凡还有点责任心，对这个国家、对民族还有点责任心，我觉得这个七个常委是应该开会做决议的，换人吧。其实只要你换了人，外部的环境就开始松了，因为这就是个标志，告诉外面我们要转向了。只要这个人在台上，外部的环境只有越来越紧张，是不可能换的，不可能与我们缓和的。而你换的人，外部环境就可以缓和，因为你做了个不说话，别人都知道你有可能转向。就是我觉得最好的是，那么其他的这些常委有那个对党对人民的责任心吗？没有。现在这帮人连政客都算不上，我觉得他们就完全就是一个人的手下的奴才上来的。那么当然我这么一说的话，可能会把什么汪洋啊之类人都打到里边，李克强是吧，其实他们也是很不容易，在各自的位置上很努力的在就是来减少损失，努力的在做些工作缓和危局，这个我们其实都看到了。那么这个党，我觉得老人也好，现在的老人也好，现在这个党的常委也好，能不能再有一次为了这个国家为了人民奋起，做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这么一个决议，请这个人下去体面的退居二线去养老去，不要再去干预，然后我们这个党有可能挑头。如果说这个人不下去，我们这个党没有机会。这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换人外部环境就能松。第二，如果说有可能换人，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我们怎么往前做，而是我们先停止什么，哪些东西不要继续。不是说我们现在在实行什么新政策，不要，就是说你停止就行了。比方说动不动的三威信、以言治罪这些东西，你可以停止吧。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比方说你对民营企业家动不动的找个罪名就把民营企业家抓进去，抓任志强不算，还把阿拉善的两个主要领导人抓进去了。董国强进去那么多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是吧？然后前两天钱小华又被他们弄进去了。凭什么他这么做？你抓一个人容易，但是你吓跑了一大批的企业家。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就是中国的民企很少有人说在这儿还能赚钱了，大家想到的就是安全第一条，身家性命要保住，能跑的全跑了，资金能走的全走了。所以我们讲有钱的走了，有本事的走了，一大摊子扔下来了，扔下来的是什么？还能剥夺老百姓利益的高层权贵留在这儿，喝民血、民脂、民膏，还有就是永远也走不出去的，相当大批的贫困的人群。所以我觉得，就这两群人士，现在还在这儿，能走的全跑了。那么，我觉得这个国家还有期望吗？没有期望。所以说，换了人以后，你下来就是停止。你不再做什么，而不是说我们继续要往前再做什么，不是清理，拨乱反正啊，这步必须要做呀，拨乱反正。就像当初文革结束以后，拨乱反正，重新来整理，而且这一次的这个清理，就必须是根儿上、理论上刨清，什么新时代、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那叫胡扯。那个里边的逻辑混乱，是语言的不通的东西，居然拿来当成宗教一样的神一样的东西让全党去学习。我在这儿说的是很不屑啊，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个政党
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大一个政党，拿这么个东西去欺骗、蒙骗9000万人，还要绑架14亿人，让全世界70多亿人笑话中国人民，笑话我们这些个所谓的中国共产党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政党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的一个面目呈现在全球那边，所以我觉得像这些东西都必须要拨乱反正。如果说能做这几步，其实下来的事情是好办的，因为我们还得相信这个体制里边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心里是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而现在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都被裹挟着往前走，就是被他裹挟着，你不能不这么干，对不对？我现在老在想啊，这个党的政治僵尸官员为什么现在老在讲规定动作，什么自选动作谁敢做？没人敢做自选动作，都在做规定动作，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什么看齐意识，什么这种看齐意识绝对忠诚。让所有的这些党员干部不敢有自己根据地方实际情况的任何一点实际的做法，谁敢？是吧？找个名目就说你不忠诚，找个名目就说你妄议，甚至行动上对抗中央，还敢做吗？这就活活的把一个党、一个国家给弄死掉了。所以我觉得党员干部心里很明白，一旦说请这个人体面下去，是吧？我们拨乱反正，党内是没有阻力的。毛那个时候，我们党内还有好多老同志们要思想拐弯，现在不需要拐弯，大家心里很明白。关键就是我们的高层那些人有没有这样为党、为人民负责的政治勇气。敢不敢迈这一步？我们都是在这儿说话的人，我们说话是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力量去改变它，我们只有自娱自乐吧，就说一点让自个儿心里面痛快点，也就这样了，是不是？因为社会你现在也指望不上，他已经把整个中国社会打成原子散沙一盘了，他把所有公民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全部打散，用警察治国、暴力，这个就是说，监控人民，这个社会本身已经不行了。如果照现在这个状况上来的人，一定是个混世魔王、枭雄。所以我觉得呀，还得要讲这个党内的这些人有没有这个能力来自我挽救、自我救赎一把呀？我觉得是这样。所谓如果讲是抛弃体制，中国要所谓用改革这个词来讲往前走的话，那么仍然希望在于我们这个体制内的很多中高层的，或者讲，我们党内的一些人，因为社会的底层你是不能指望的。这就是我想说的，如果说换了人。我们要干什么，就是停止做什么。那么，因为实际上中国社会它是不是没有活力的，它不是没有生机的，不是没有人才的。你现在把它叫摧残社会、摧残思想、摧残整个全党的这些东西，这个威胁就解除了，我相信大家都会起来。我们就像在1976年毛去世以后的那个状况，以为中国没路了，最后呢，是不是仍然是走过来了？所以要相信这个民族，它是有韧性、有生机的。但问题就是这一个人挡住了全国和全党的这个道。好，我就说这个。那么现在这个状况，如果不解决这个人，我们就看着这个体制自由落体吧，等着它自由落体，硬着陆，社会崩溃，然后从头开始。我觉得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这一条，我自己个人认为是到今年的年底，明年的上半年，经济会崩到底，那到那个时候再看，
看整个这个国家是啥样的，现在要看外部施加压力，他还能扛一阵子，是吧？钱还没有完全糟蹋光，等到钱都糟蹋光了，然后扛不住了，是国内的矛盾四起的时候，那时候再看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大概在我们，就是说这个，活着的时候吧，这个五年之内，我们还能看到中国还要经历一次大的乱世，这个乱世最后怎么收拾，很难讲，那就是乱世出枭雄嘛，然后重新再走一轮当初的那段路，中国人不幸啊，命该如此。